天气渐凉，那些手脚冰凉的朋友可以多喝这个羊肉汤。羊肉汤想要炖好喝，去膻留鲜很关键。羊肉冷水下锅，加姜片，高度白酒去腥，捞出来用温水清洗，千万不要用凉水，要不然羊肉又老又柴。洗干净的羊肉倒入砂锅中，加姜片盐，另起锅烧油，放入一个鲫鱼，两面都煎起锅巴后再捣碎，加入101度的开水，熬一锅鱼汤来煲羊肉，美貌都要给你掀掉。把鱼汤熬到雪白后捞出鱼翅，倒入羊肉中，再加一包牛羊肉调味料，盖盖炖煮40分钟，倒入白萝卜再炖10分钟，最后加枸杞、葱花、香菜。这么冷的天来上一碗，真的是暖身暖心又暖胃。